看看这键盘，适应总归是不太适应的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你们嫂子的键盘。我那键盘拿去修去了。3块钱怎么拿？一二三。大剑，践踏他们的骨头。刺穿他们。没刚才厉害。整个剑尖后边打虚区，豪哥大师了吗？大不大师的无所谓，兄弟，真的，大不大师的无所谓，你就当没这回事儿，好吧？随便玩一玩，他们会喜欢这个的。咱随便玩一玩，兄弟。现在这个版本什么阵容好上分啊？拼多多法师啊！不过这两天已经就是烂大街了。前两天还行，这两天有点烂大街了，不是那么很好上了，同行可能有点多。你可以选择一个克制他的阵容，比如说吴亦凡。哎我操，一把赢不了。这都没赢，我属实是没看懂。没事，倒数第一，我们抢装备。什么监狱都关不住我。四斗。五斗，算了，大树下一手。这样，我放个小露露，整点后排。应该来个包女儿好了，整个包女儿。
我们把倒数第一赢了，我们是倒数第二，这就非常的 beautiful。这两个满血的打一下子，哎呀！这个银马可以要啊，但是还是先拿水滴着吧，这玩意儿不好拿，先给他拿了。这银马行啊，这银马呀，这银马拿直接升。银马没有人要，说明什么呢？兄弟们，说明这把的同行啊，不一定会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上个包女，后排打虚区。把啥给卖了呢？把大树卖了吧。一人一件。坏了，正在觅食。这把坏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前期这么的顺啊，都打成这个样子，坏了。这把是一场恶战呢，这把将是一场恶战。我这个斗士塔姆居然一把没赢啊，赢了一把，那也是场恶战了。挺能来呀。这么能来吗？哎呦我操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，这也太能来了吧。坏了，这把坏了，这把前期他们都挺猛，没碰上垃圾的人，碰的全是狠人，不是这个就是这个，要么就是这个。前期我们的血量不是很足。女神泪，撇一个，这轮不好升啊，这先给个泰坦。不好生啊。
你就给我刮痧吧你！哎呦我擦，滑板鞋！撇了吧，滑板鞋有点扛特我啊！这滑板鞋给我扛特了，居然不敢担呢。这波可怎么整？我想想啊，不行，这包女先下一手。血有点少啊，这。分军别死就行，哎。行，这波应该能打过。哎呀，好像打不过呀。挺难整啊。这遇到的人咋都这么狠呢？你不能遇点这玩意儿了吗？真鸡巴狠！哎呦我操！真狠呐！六重装。完了，兄弟们，这把可能要第八了。坏了，这把碰上的人有点太狠了，没什么战斗力。我的这塔姆啊，我觉得可以撇了，不太厉害的塔姆。有点菜，没有日炎的塔姆应该就是个屁。不过好在我们可以先选装备啊。呀呀，我这瑞文，这瑞文可以啊，这小瑞文。调一张小法师吧，现在夜游瑞文好弱呀，是啊，不是很厉害。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啊！下波咱得下波打到狼，我们得开地了。这不行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！这是不行啊，这。
啊，这可不行啊！上个锤石。你妈的，你六人口你就把钱全花了，你有病是吧？塔姆还不废，还不撇，精神病，纯是精神病。我看你能递出什么玩意儿来啊？俺们七人口开地啊，三费两费全能地道。臭弟弟，就你叫第一名啊？啊？来，我看看谁？我看就你叫第一名啊！第一名确实有点猛啊，兄弟们。臭弟弟呀，这完了，给我吃了！哎呀，差一点！第一名咋这么多人呢？他几个人啊？我干打打不死！哎呦我操！赶紧撇了这塔姆，可是受不了，艾伦也不要了。这30滴血可不太得劲儿啊！这波给点啥呢？这波给点防装吧，再给个蓝，给个蓝，来个蓝，哎，可以。开地，兄弟们，小法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风暴就要来临了。小法师呢？一波操作。现在差个人马，来个天选人马吧。哎，不行，天选人马不行。现在最好能来个天选的锤石分解小法师，才能行。水银，这都啥年代了，谁还用水银呢？真是，这都2020年了，不会还有人用水银吧？不会吧？银马给一张，可以，差不多。现在差一手小法二，没升到二，吃不到鸡儿啊！不是吃不到鸡儿，吃不到分呢。赶紧银马来个龙爪。小法，攒钱啊！来个小法带魔抗，先杀狐狸。哎，这狐狸没死，我操！
完了，福利放大了。这也不行啊，我以为福利放大它能多狠呢，没想到啊，弟弟一个小驴人撇一只，给个天选分女吧，给个天选分女能用，遇见仙的也行。哎，你们觉不觉得银马？哎，现在这个实线鬼板甲那个吴亦凡的那个小炮台，算不算攻击的人多呀？算不算？算是吧，那个算吴亦凡本体。那我是不是我石像鬼儿我打吴亦凡好打呀？这，那我就给银马带石像鬼儿呗。下边骑快来个小法师，直接给了。同行可不咋地呀，可不太行啊，这同行啊，赶紧死吧，死完抓紧时间给我腾地儿，好吧兄弟。抓紧时间给我腾地儿，咱别墨迹，痛痛快快的，你连个蛇女都没有，你说快点给我腾地儿就完事儿了。你说他这小法师放在最里边，他被卡住了，对不对？他小法师放在最里边，他不被卡住吗？那有的他不打他咋整啊？你看上来小法师就先挂机，如果不是直接冲过来就挂机了。人家两星蛇，他哪的两星蛇？他没有蛇女儿，哪有蛇女儿？到底是他这么站位厉害，还是我们这样站位厉害呢？我们这样站位可以放一手刺客吗？防一手刺客。肯定猴哥厉害呀，他没打赢你，不是，他没打赢我不代表他站位不行，他没打赢我最多就表示是啥呢？表示是他没有蛇女。不是，这得学习嘛，对不对？
这得学习人家的站位呀、啊！你这是活到老学到老，你不能说是啥呢？你认为自己特别的猛，特别的牛逼，哎，谁都没你厉害，那是不对的。即使我教父再狠，兄弟，说实话，咱也是一直这个虚心接受。把他的站位截图记一下，以后可能会用得到。看看他这卡不卡位置啊？也没卡住啊，啥了破站位呀？也没卡住我呢。哎，我昨天记着打着吴亦凡挺难打的，今天咱打这吴亦凡这么好打呢？今天这吴亦凡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的。我喜欢这个的。肉肉差一张。世界名画。给我来只露露吧，解放一手行不行？给个银马也行啊，下波千万千万别给分女儿啊，可别给分女儿啊，求你了。可太吓人了，我操！哎呦，我的天！一个大差点没给我炸死。有没有法转？这时候法医。和这个拳套子，我跟你们说很关键啊！这个拳套子我们要了，这个很克制我们的小法师，就很容易就被晕住，知道吧？把这个给他拿了。分女儿露露、辣美放最后，蛇女第二排。蛇女是放第二排的呀，给个露露，糟了，这波啥也没地着。每秒，哎，这个吴亦凡打我们就很好打了啊，发现没？好像一直没碰上这个吴亦凡，这吴亦凡挺猛啊，那掉我一轮血就把我掉到21滴血了，我天！梭哈，兄弟们，梭哈了，梭了。关键这同行他没死啊，我这地不白地吗？我这地不来呀，我最后地个10块钱，如果啥也没有咱就不地了啊，没有意义，这根本他就地不出来，这同行赶紧让他死，他死完我们才能地出来。
狐狸死了。进夫，还不死啊！哎呦天，咋整？他还不死，那你说这怎么办？算了，锤石不生了吧。有同行卡牌呀，这同行死太慢了。哎，这可以给个分女儿。梭哈，找俩分女儿。没有，没有，这波散着点战。我们愉悦的把这个同行，看看能不能给他送走了。可以，先点死俩。那你说你早点死行不行？我把钱花完，你死了，真膈应人。哎，真是膈应人。早不死，反正分也吃不到，不早点死，恶心人。破装备吧，以后记住了，不要跟云顶教父玩一样的阵容，明白没？拿下。差一个分女，人马这波撇了。这个装备给谁呢？给露露吧。可以，寒冰死了。唯独害怕的就是进夫，现在你知道吧？只要进夫仰卧起坐，别让他坐起来，我们还分散站位，坐起来现在也没用了，场上人全死了。把他送走，然后我们正好第四名。哎，舒舒服服。三星小法很重要，三星锤石不重要，三星小法很重要。这个装备一会儿能合个啥呢？一会儿可以合个春哥给大蛇。再次愉悦的送走一名，这个进夫这波不行，开大给盾，开大呀露露啊，这露露一个大放出来，可以拿下。龙刀吧，
先点个狐狸，嗯，呀，没点着，正常应该点狐狸的啊，就是点最远的那个目标，一开始是。啊！别这样啊，我受不了！你俩赶紧死一个！死！靠，一滴血。24升到8级，我们升级，升级随便上一个。小法师给他放脚，这样他会第一时间去打那个，就是，但是别让他卡住啊，他第一时间会去点名吴亦凡啊，先让他点名的吴亦凡，然后吴亦凡起来没有多少血。打这个的话，哎，他咋不点那狐狸呢？哎，别这样啊！别这样！完了，我连续打两个一样的，我操！完了，银马呀！那银马呀！啊，银马！第二名的分没拿着，烦。不是我放脚被剑魔拉，你上把打的狐狸，你这把不是得打他吗？你说是不是？那谁知道打他又打一遍呢？那谁能知道又打一遍？也不知道又打一遍干哈？你说，那打两遍这小子，这属于运气不行。